乖哦。哇！欢迎欢迎。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王铁柱，今年17岁了，来自吉林长春，我是一名二人转的小演员。哇，二人转的演员，17岁就这么厉害了？嗯，你几岁开始厉害的？我是从7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二人转。7岁？哇，对对。你看这个像我这样的老年蜈蚣，我这个行不行？那这个马丁老师转个2小时没问题，我一般3小时没问题。夸下海口，要不要试试？对呀，来。这不是很简单吗？就这样，你教我一下。不要教他，这个就是一个技巧的问题。要是我要说的情况下是非常简单的，就是一兜他就起来了。哇，接住啊，一只手指头来。哎，那我怎么就转不过来呢？他怎么不听我们的使唤？那我再给你来个简单点的，老师，来个立转，你看你们模仿学一下，看着啊。正常来说。容易一些，看立转。他怎么这么听你话呢？啊，我手尖儿，哎，这立转，来，接着，哎，我就不信了。等二，来试试你。一、嗯、二，三，老师走，走，走，走。这个我一般3小时没问题。事实证明了，你俩一点天分都没有。我听说铁柱除了可以转手绢，还可以转一些我们匪夷所思的大物件。就是只要我这只手指头我能顶起来的东西，几乎我都能转。小伙子，这个舞台不能吹牛。我一般3小时没问题。我真没吹牛，来把我的那个道具给我拿上来。这个也是手绢啊，这个手绢呢，给它加大了一下，只有2米多，最起码。老师，你站起来，我比量一下。几乎就没了，看着，几乎就没了。我把它转起来，你看怎么样，老师？这你能转？我能转起来。真是开玩笑了。看着啊！天哪，这得这么大啊！很沉哎！这得一指禅了我。哇！哎呀，真能转起来！好厉害！哇！像一个太阳啊！哇，这个厉害了！好漂亮！哇！哇哇！哎呦喂！哇塞！哇塞！太帅了！走起来！哇！太了，厉害了！